大家好，我是朋友宝，好久不见了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天的暗杀活动了，专家活动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虽然说我们的第一名又开始有被搞了，现在是57秒啦，不过，那个63秒，我觉得太可怕，真的太可怕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100名，最后的极限是多少？应该很难再推上去了啦，真能拿出笔出来吗？手指是做不到的，对不对？第100名是来到了102秒，所以是1分钟42秒就杀满了11颗。好啦，来，我们就一样打个五局。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，我只要赢过自己就好了，2分44秒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们就跟他玩一下吧。来，那就先上吧，跟平常一样啊，不然能怎么办呢？反正我这次弄得有点慢，对吧？可能我几天没有玩了嘛，昨天没有玩，对吧？然后感觉就不对了，哎，干超慢哦。欸，其实只要看过那个看过上次那第一名的玩家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不想挑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啊，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啊，还蛮强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种啊，干真的差太多了，好像真的没有任何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这局应该没了，对，没有吃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果断跳了，不用想太多了，然后感觉也不可能超过我自己的记录了，真的。没了，好了，来下一局，直接跳。这个时候那个人已经快杀完了，我刚刚48秒，快杀到底了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可能？好，走吧，再来一次。所以我的极限2分44秒，应该说我手指的极限。哎呀，算了啦，就算有比，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，真的。应该是没有差别的才对啦。来，走吧。没有，干，没有钱，真的没有钱，就什么都不用玩然后也不给我钱，二星也不给我，二星再一个，拜托，没钱都不用玩了，哇，哇，很好，有暗杀，然后呢，又怎样？真的不能怎么样，真心。真心，哇！真的差太多了，真的差太多了啊！我不知道这个模式对大战而言的感受是怎么样的，就我自己而言，他真的不该提早看到，一提早看到那瞬间啊，算了，感觉不可能。对，光自己看自己的操作就啊，差太多了，没法多啊。好了，就我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这局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机会了啦。对吧、啊？我就多白嫖一下，看一下。可是我已经杀到两颗一分十三秒了，我现在抬头。好啦，没有了啦，真的没有了啦。来吧，下一局。我这样会不会太快放弃啊？我在没看之前，我还盯到后面盯到两分钟啊，盯到自己那个极限嘛，2分44秒吧。可是看到之后觉得，很像就这样了。好，来吧，再一次，有吧？开局有给我啊？对啦，我应该先弄召唤，对不对？我自己都知道要弄召唤，结果我还在那边。两个，其实应该从低星召唤先往上合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速度，这个状况。然后我现在觉得真的是用笔会比较好，因为用笔的话就不会有手指在那边干扰自己的操作。对，要不然的话，有时候会一晃过去，就是忘记我手指遮住的那一颗是什么，然后呢，就给它卡住了，就有一点点的尴尬，真的。这一局还可以啊，这一局还可以，可是我觉得我速度真的是超级慢，相比而言，怎么这么慢，完全快不起来。有一个六星，可是六星也没有用啊，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再叫出一个六星。才可以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啦，真的是没有机会了啦，没有了，33333，而且他没有把转王的时候就把他叫出来，对吧？所以代表说，没了，失误了，我以为还会靠硬，一定要靠转王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结果他竟然完全没有，就直接给他活生生的拉上去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类可以做到这个事情？看到影片之后就好想看现场，看现场应该是很震撼才对啊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哇哇哇哇哇！
其实有一点机会，有一点机会突破我自己，至少我没有办法上去，我突破我自己我也开心，真的。二星、二星、五星、五星、六星、六星，丢一个暗杀，干你赶快给我，你赶快给我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有没有机会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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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钱了，有钱了，可是这个钱很像没有什么用，真的没有什么用。两分四四，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拜托？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，我最后一点点的，可以吧？感觉这状况可以，但我觉得我超级超级慢。两分四四，拜托，我是不是还差一点点？我觉得还差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快没有希望。看我现在完全卡住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完完全全在卡死自己，没了。干你不要卡我！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是不是差一点点？就差一点点啊！没了啦！干真的没了哦！干我不是十一颗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 bug 没有哦，少一颗我没看到。杀一下，杀一下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吧，算了，算了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最靠近的一次了。这其实比艾尔登的女武神还难打，你知道吗？这也太难了吧，真的太难了。射一个，你就让我射到嘛，射一个，射不到就射不到，好吧，算了，好吧，算了，没了。刚刚其实感觉有机会啊，就是后面不要太碎的话，应该可以超过我自己啊。两分四四就没有办法吗？我以为有机会两分内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距离两分内那个位置太远太远了，对吧？先丢召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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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哇哇，干弄错了，我应该先丢召唤的。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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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，四星，给我一星的那个，拜托，我刚才看错。三星。四星，四星，不要给我搞一个五星，一星，二星，一星。而且他最后又突破了一个自己，他突破了自己，对吧？那个六十几秒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可能？六十三秒，瞬间突破了自己的十，又突破十秒，这真的眼见为凭，这个速度真的是，哎，现在看自己真的是觉得有点可笑。有够可笑！哇，被转了，有一个超转，高星超转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处，没有什么用处，然后没有给我暗杀，有了，有了，没有，干我在干嘛？卡死了啦！干，拜托啊，有一个二星。二星、三星没有东西，三星是垃圾，二星、二星、三星，怎么想？怎么想？我觉得没什么希望怎么办？看那个召唤卡我两分十一秒。真的是最后了，真的是最后了，应该是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，我还何错？都最后一刻了，还做这种蠢事，哎，越玩越哀伤。来吧，来吧。其实我玩到，就是有一瞬间就会觉得我自己 combo 扛得很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有一瞬间，然后之后又没有了。如果办法接着这种感觉一直接上去的话，应该是很香。但是这一局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几颗？算了，不能这样看，太难了啦！真的太难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最后一局，好啦，没啦。
这个活动结束啦，该拿的东西自己拿一拿就好啦，剩下的就随他去了啦。真的不是一般人在拿的，反正也只有多100名嘛，全世界就这100名有多东西也嘛，对不对？整个就是吃不到的心理，有没有？来，二星、三星、一星、一星、二星、二星，干，给我钱！好，有了。给我一星好不好？没有，不用。好吧，让我突破自己，我就开心了，真的。干，卡住！这游戏有没有减速器？哎呀，卡屁哦！干，我还合错！干，我该不会就输在那一颗吧？感觉这个操作真的是，如果这个操作还可以赢的话，代表说中间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往上盯。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，我也只是说说而已。我觉得我已经盯到一个很极限了，真的。哇，干，你给我这个，还是15关了吧？15关了，这怎么盯到没有15关的？你跟我讲，15关，我们五颗能不能再上去呢？没有了。好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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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6颗，可是我没钱了，没钱了。欸，最后一个，有没有觉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还有1分钟的时间呢。然后我场上有一二三四五，感觉是有可以的，可是没钱了，没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没了。我们就到2分44，然后结束这款游戏这样子。我还是期待啦，来一个。哎，来一个，哎，来一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啊，6颗而已啊。哎呀，再一个，哎，我应该复制，啊，算了，没了吧。2分10秒，最后是6颗。哎，好吧，那今天里面就该到这里啦。我们的暗杀专家活动，算了，我也不想到2分44了，就到这里了，我们。没有办法上去，这100名真的都是怪物，真的都是怪物。我蛮期待看到其他人的啦，像这种外挂，应该明天就会消失了啦。对，这应该很快就消失了。好吧，那这影片就该到这里了。我是 PFI，我们下个活动再这样搞吧，拜拜。如果有什么组合想要跟我分享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话，就在 Discord 里面私下留言给我吧。好，那这影片就到这里。另外 Discord 群已经开放了，如果想要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，欢迎进来吧。虽然我不常出现就是了。